是一望无际的锡林郭勒大草原。这片被锡林河滋润的青青草原，不单是蒙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更是举世闻名的长调之乡。辽阔悠扬的蒙古音乐，又会给远征队带来怎样的惊喜和收获呢？说出口，不是这样吧？我觉得我们节目也做了这么几期了，大家感情也愿意加深，是时候把该表白的都表白了，不然节目做完之后就有遗憾，对不对？三男三女，三男三女，咱们相互真的还是分配一下，更直接一些吧，好不好？你就把外国分配给我吧。我觉得可以，因为他也不会有别人要。你不就是想要黄龄吗？对吧？看你怎么讲话。我成全你，我没有意见。黄龄，黄龄，你说你怎么会不理人？黄龄，理的呀，没什么不理的。中国马都，在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那我是克云峰，是你们今天特别的蒙古音乐主会。太好了，欢迎老师加入进来。这两天一夜时间，我会带你们去领略真正草原蒙古文化的草原音乐的博大精深的魅力所在。你们会有机会听到长调、短调、呼麦，也会听到很多很多类型蒙古音乐。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就在800年前，是全世界的中心。全世界的东西是世界上最大的，历史上最大的人类帝国蒙古帝国的中心。哦，往那边看，不太远的地方就是原上宫，整个宫殿里传出中国最早的可能第一首长调就是在原上都城。哦，其实就是一个也是蒙古音乐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哦，希望你这个地方人杰地灵，有这么有艺术氛围的一个保护机构，它让你们创作者能带来你生活的创作平台，也就真正有的作品。好嘞，好，加油！现在开始带你们参加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好的，你不要紧张。我不紧张。比较比气长。怎么玩呢？三位男生要注意，三位男生要注意了啊！我们会唱一句蒙古歌，就看谁尾音拖最长，谁就赢。我们会唱什么？会唱鸿雁。鸿雁哦，会唱吗？会。但是今天呢，我们不唱这个版本，因为我们是在草原上，是唱蒙语的。鸿雁是怎么说呢？是鸿游，鸿游，鸿游。第二句，茶茶干，茶干。茶干是什么意思？就是白色。哦，那白色的鸿雁是吧？你就看这两句，这两句两小节就可以了。鸿雁，谁第一个谁来？我来了，来，草原第一。三二一走。鸿雁茶干，
好多蚊子啊。我的个妈呀！好听，不错了。因为你刚才也使我想到了特别美丽呼伦贝尔草原，因为那边河湖很多，所以蚊子特别多。草原上，哈哈哈哈哈！实在没鼓掌，三十秒，稍微一般点，来，来来。三秒，好，四秒，叫什么呢？敬老，敬老。你注意一下，他是三十秒，他是四秒，那你就你就不用腹式呼吸了，就随便用那个脸呼吸一下就。僵硬一下就好，用脚跟儿。三二一，三二一，走你。还带中间段的，我都起停的那个。他跟我也差不多，蚊子哼哼。紧张，声音怎么想受一次？三十三，哎呦，哇，好，张伟太牛了！这一轮获胜是张伟，奖品来了，获胜奖品来了，你将会在按一二三名可以选女人，一次挑选你们的旅伴，不是女伴，是旅伴，旅伴不上伴侣，然后你们俩共同再挑选一辆交通工具。妈呀，你们俩，妈呀，你们俩对。交通工具，请到那个遥远的地方。剩下一辆自行车。哪？他那边哪儿呀？那边有个遥远的三个小白点，你们看到了吗？没呀。三个小白点。那个地方呢，就是你们就会在这儿生活两天一夜的蒙古包，真正牧人的家庭。哦。但是你要跑回去啊，可能需要大概5个小时左右。不可能。但是你们会有交通工具。这三种交通工具，请看这三种非常伟大的伟大交通工具。不管谁落到我这儿，先张伟表示道歉。能不能？我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了，你知道吗？和哪位准备和哪位女士合作呢？哎，你手大的多棒啊！对呀、啊，全大的。谁想要跟我合作？谁想要跟我合作？那就不选他。你看那个键，你不选他吗？阿兰，阿兰，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你看，你看，选哪个？你看他喜欢，我选中间喜欢的那个样子，心都要跳出来。然后，来，苏老师，你就怕我？应该是苏老师。那我就跟唐娜阿姨吧，唐娜。谢谢外婆。你不是一直很想选黄玲吗？我要严重的黄玲。Sorry。我们真的要弄那个吗？我们不会骑吧？暂停。要不我骑吧？啊！游戏结束，所以队伍已经分好了。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吧。好嘞，好嘞。上车，上车了。怎么弄啊？选什么？不是，我们是这个。谁说的？我们就选这个，我们这个特浪漫。再见，我们上路了，还是我们这个快。坏掉的自行车，我对不起苏醒，因为我有100斤。多好，这才叫体会感受，有点像乡间小路的感觉，但又是在大草原。
哪里啊？那个啊，好远啊！